問一下啲油服股啊，咁啊，中海油田服務2883，蔡小姐問嘅，你點睇呢只股份嘅前景啊？嗱，咁咧就係屬於呢一個嘅下游方面嘅業務啦。咁就咧之前咧就因為呢一個俄羅斯同烏克蘭嗰個局勢比較緊張嘅時候咧，咁咧就令到國際油價咧曾經係去到每桶咧就上到去咧$130樓上嘅位置啦。咁近期嚟講咧就係咧都是一個回升的狀況，即曾經是跌穿過$100，現在又是靠回就介乎在$105去到$110之間的位置，所以就見到就即相關的石油股上中下游的時候，其實那個股價表現都是稍微是硬淨一點，當然就上游的特別是強勢，即如果你說看回中海油的時候那些特別明顯，現時去看的時候它的子公司中海油田服務嘅時候咧，咁就其實都會見到咧個股價表現都跟隨住武器咧，個股價咧都係咧稍微係強勢嘅。咁我諗咧現水平去睇嘅時候咧，大概就$8.8-$9之間個阻力咧，先至係稍微係大一啲咯。咁如果你話已經係有貨嘅時候咧，見到佢一路都係守到喺$8樓上咧，可以繼續去睇住先。咁就咧上網翻咧，就咧$8.8-$9附近呢啲位置咧，先至考慮食股啦。